爸，我考您一道题啊，哪一味中药药材呢最容易迷路？不知道，不知道啊，我公布一下答案，人参。知道为啥吗？因为人生地不熟。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。妈，考您一个问题啊，您知道哪两味中药药材最不容易迷路吗？我爸刚才答了一个容易迷路，哪个是不容易迷路的？两种。两种。想想。不知道。我公布答案啊，一个叫熟地，一个是路路通啊，一个熟悉路，一个什么路的他都走得通。你老实说，这是不是跟头头学的？还是孙头头教。